老师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我 Vina，我从印尼来的，我今年35岁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55公斤，我以前工作在加拿大3年照顾小孩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。我有3个兄弟姐妹，我的新年回家，我不能吃猪肉，但是我会煮猪肉。我住中北，我会煮饭、煮菜、打扫、照顾病人、照顾小孩。我要在台湾工作赚钱。我会好好工作。自我介绍完毕了，谢谢老师。